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款的除泡机。这款除泡机与传统的除泡机相比，它有三个定位销，它可以一键的启动，一键的锁定除泡机。之前传统的除泡机它是由三个螺母去锁死的，三个螺母它可能会滑丝滑牙，对除泡机的安全性造成隐患。这款除泡机它就通过这个三个销一键锁死，很安全很方便。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除泡的演示。首先打开除泡机的电源，然后把瓶放进去，把除泡机的门关上，按一下门的锁定键，现在这个门就已经锁死了。然后设定好时间10分钟，按绿色的进气开关，现在这个气压在上升，现在就是开始除泡。如果想提前结束除泡，只需要把电源开关关掉，它会自动放气，气压指针归零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除泡机的门。现在这个指针已经归零，然后打开这个除泡机的门。